青岩是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心中很中国很淳朴的地方。青岩是集才子美食与岁月于一身的地方。爽爽的贵阳，悠悠的古镇，已经成了贵州当地人称赞自家好的口头禅。而这古镇说的就是位于贵阳市南郊的青岩古镇。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，它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，公元1378年，距今已有633年的历史。陆海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岩人，小的时候青黛色的坚固的城墙守卫了他的童年，长成之后他亦并没有选择离开。这一天他带我们走访了几位颇有青岩特色的邻坊。坐吧坐吧，坐到坐到坐到，喝杯茶吗？正好遇到两个老妹，有点些问题想请教哈两位老，就是关于青岩一些历史严格。从我当娃娃开始就听一些老人，特别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给我们讲了，青岩早先它是藤包文化，它是开始有青岩包，然后才有青岩城。当时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西南边陲的统治，调30万大军镇守贵州和云南两地，为此在青岩狮子山下设堡屯军。由于双狮山山色清代，又因古镇盛产石材，所以取名青岩。青岩古镇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驿站，特别是贯通了广西云南两地的往来，因而青岩从那时起就有越来越多来自各个省的所谓移民了。比如像我们一家，他就是龙溪籍啊，我们家来到这个青岩这个地方多少代啊？17代了，我现在是15代。17代，我有婶婶了啊，就是我的儿子16代，我的婶婶就是17代。17代，也就是就打20年一代，也是300多年，是不是啊？300多年，哪怕我们出去工作，我们都要回到我们故乡了啊，祖祖辈辈都是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。这里就是古镇的制高点和中心位置，文昌阁，因为供奉着掌管读书人命运和人间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魁星，每逢考试期间，就会有很多考生到此朝拜，希望能金榜题名。而状元郎赵以炯，莫过于青岩读书人当中成就最高、名气最大的一位了。我们赵氏家族到这里有13代。13代？有13代。你是算？我是算第10。第10代。嗯。赵忠义说，赵以炯出生于书香世家，幼年时就在文昌阁受教，更是在清代光绪12年考中科举第1名，成为云贵地区第1名文状元，从此成为青岩人世世代代的骄傲。中国俗语说人杰地灵，也许没有青岩水土的浸染，青岩人也不会有过人的聪慧。现在正在青岩周边筹划修建的大学城，大概也是因为了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吧。也许每一个难以让人忘怀的地方都少不了美食的诱惑。陆海丽已经不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小男孩了，可是每当面对这些用玫瑰花做成的糖果时，他的眼中依然充满了孩子般的依恋。发酵的麦芽、糯米还有玫瑰馅和黑芝麻
加上最传统的手工制法，真的不是一般的好吃。这是青岩制作玫瑰糖最著名的皇家，和皇家制糖的第十代传承人罗文芳女士。泉水浇灌麦芽，因为泉水是冬凉，冬暖夏凉的，给麦子降温，然后麦芽就可以发得很好。如果你放在锅里面蒸，蒸熟以后发酵，发酵以后把这水拿出来，把这水呀、流出来，在这里熬，熬成那个样子的糖。啊，像瀑布一样的，来。然后这个糖呢，在机子上不停地拉，不停地拉，把它膨化成白色的，来这个颜色，哦，这个颜色才能吃，要不然它现在是粘牙的。玫瑰花，玫瑰花用蜜糖蜜过的玫瑰花，弄不起来。只要一说起玫瑰糖，黄阿姨就像打开了话匣子，忍不住的兴奋。我们在电力系统上班。我们是退休以后回来做的，我们老奶奶他们做了300多年，提前退休10年，提前退休10年，来把这个老奶奶交给这个我们家的祖传秘方传承下去。对，你们把姜子牙发酵，然后每一颗都有新的，可以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。哦、这不是玫瑰花吗？包进去了啊。这是玫瑰花。你现在吃是粘牙的。我为什么现在这个糖要硬一点呢？它是因为太热。为什么不能像这样切？刀像这样切，切，用它这个整动，刀切了以后，切不下来，它要变软，看见没有？它要坏掉了，它要坏掉。要这个整动轻轻的敲，不用捏弄，要像这样轻轻的敲，用震动的方式把它震下来，用震动。它这个是现在是上芝麻，用芝麻就是给它穿上一件衣服。这个糖在微波炉转一下加热，它就是软的；放冰箱里面呢，它就是脆的。脆的挺好吃，老年人喜欢软的。对。然后如果是不加温，它是。上不去，他这衣服上不去，穿不上去。对，有黑芝麻，有酥麻，这个是酥子，酥子是我们这的特产。这个含锌特别高，含唯一抗衰老，这个含锌。叫着吃，叫着吃。对。黄阿姨告诉我们，对于她和她的家人来说，制作玫瑰糖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作，更是一种生活。这个小镇上，不论是卖玫瑰糖的人家，还是爱吃玫瑰糖的孩子，他们的生活都如同这玫瑰一样，甘甜不涩口。除了玫瑰糖，青岩豆腐、状元蹄、鸡辣饺、高巴稀饭等等，都是人们来到青岩不能不尝尝的美食。以前不是那个青岩古镇是一个屯兵驻军的地方，也经常那个外出要那个打仗啊或者这些，所以说他那个备制的那个菜肴啊或者这些都是要便于携带，便于运输，然后便于储藏，然后就是说又便于制作呢。你可以这一秒舌尖仍有回甘，下一秒就被辣得沁人心脾。他们风味迥异，却都千百年来共同存在在这座古镇中，并打心眼里欣赏着对方。就像青岩的食物一样，青岩人也是宽容的，多元文化在这里并生共存。特别是在宗教领域，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在明清时期相继伴随着古城的建立而传入。这里同一家人信不同的教是很常见的事。站在古镇周边高一点的小山丘上，可以发现佛教的迎祥寺、慈云寺，道教的万寿宫，以及基督教堂、天主教堂彼此遥遥相望。这是张乐群阿姨，她已经在这个天主教堂工作了10余年。
这一天是西方复活节的第二天，一个寂静的星期一。就在前一天的上午，这里才举办完一场盛大的礼拜。他说有点遗憾，你们没有赶上。他又说，那就坐下来吧，没有人的时候才刚好默默祷告。你经历过什么？你感受过什么？也许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忏悔，有一千种遗憾，或一千种感激。有的人在这里成就了功名，有的人来这里躲避战乱，又有人在这里了却尘世的烦扰。你呢？你来这里又是会为了什么？又会感受到什么呢？